小夫心急，人自有天相，一定会没事的。只是让白露受罪了。你太过自责的话，白露也会不开心的。如果云真在就好了，她最会哄女孩子开心了。也不知道她今天和叶美笑的约会怎么样了。什么？你是说云真根本没有去赴约，也没有在家？你现在在哪儿？我过去找你。好吧，那你快点回家，注意安全。改天你心情平静了，我们再约。